蕾丝简约时尚短裤乔欣，出生于哈尔滨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，出演《欢乐颂》给她带来了不少人气。剧中的她一直都是乖乖女的形象，蕾丝简约时尚短裤，但是现实中的她穿衣却一直很大胆。近日她现身机场，穿了这一身女生们穿的打底裤，她居然直接外穿了，果然个性。杨幂同款拼接双面穿牛仔裤，杨幂近日现身机场，一身亮点，白 T 内搭蕾丝打底，搭配 T 反穿牛仔短裤，搭配运动鞋，简约大方。杨幂同款拼接双面穿牛仔裤，这款牛仔短裤之前袁姗姗也穿过，来自网红潮牌 Unravel Project， 反面穿的牛仔短裤，个性时尚，独领风骚，浅色高腰毛边阔腿热裤，偏爱短裤一体式的剪裁，让上身效果更加有型贴身。时尚性感好身材也需要来衬托，勾勒腰线凸显优雅女人味十足，浅色高腰毛边阔腿热裤秀出你的美腿，迷人娇艳惊人，柔滑如玉，搭配散发淑女名媛气质，性感清新美女，性感妩媚清新迷人。韩版高腰破洞牛仔短裤，破洞设计是牛仔选择最多的一种风格，有些甚至超出你的想象，但大部分都是可以接受的。韩版高腰破洞牛仔短裤简单的破洞设计并不会改变形象，只会让你看起来更休闲更惬意，和 T 恤简直不要太合拍。牛仔短裤百搭背带，阔腿短美地扎眼的短裤，凸显苗条身材，时尚大气，气质中展现优雅魅力女人气质，诱惑好身材若隐若现，好身段不秀岂不浪费了。牛仔短裤百搭背带阔腿短时尚高跟鞋，让时尚 MM 们穿着更自信，秀出纤细的美腿，显出美丽的曲线和优雅，美女时尚搭配凸凹曲线迷人。破洞宽松 A 字热裤阔腿毛边解铃，又时尚是紧身热裤的标签，高弹力的面料办理实则有序，看起来一点也不会给人单调的感应。减龄又时尚是紧身热裤的标签，高弹力的面料办理实则有序，看起来一点也不会给人单调的感应。破洞宽松 A 字热裤阔腿毛边裤子上面还有破洞装潢，紧身热裤面料也很便宜，舒俊的走线，百搭又随性，一点也不挑人穿。